好了，你蛋饼也吃完了，刚好。在找垃圾桶。垃圾桶在找。那个是那个人。那是这个不是的，里面上去了。它在古文是酒的意思，对，就是那个酒鬼的概念。然后我们就是这边其实我们酒吧平常没有对外开放，然后主要都是我们员工自己在喝，对啊，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叫有鬼啤酒这样子。好，那我们往下走，我们转两个产品线在走。那一个是大家在一些酒吧、餐酒馆、餐厅会比较喝到我们瓶装啤酒，就是上面的那七款。那些的话，我们等一下上来会喝到。对，然后这边大家看到这边海报，都是我们在做比较实验的酒款，然后其实就是会用很多不一样的原物料去做尝试。因为其实精酿啤酒，也不是说我不会说精酿啤酒是好喝的啤酒，其实精酿啤酒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直的研发，然后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尝试各种原物料之间它的变化组合可以怎么玩。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我们加了很多有趣的原物料，像我们最近前阵子出的那个瓶装，我们加了芭乐，对，然后像巧克力戚风，偷偷预告一下，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出的瓶装，下两支，我们下礼拜要出一个荷瓦黑啤酒，就这个，打马赛克这个，对啊，那这个是我们下礼拜要出的新酒。然后再偷偷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会有出一个一周年过桶统成啤酒，这个先大家跟大家预告一下，对啊。然后我们也会有，我们其实也是在尝试很多不一样的，比如说像今天我们 on tap 上面有两支，那这两支都是我们用那个特殊酵母，就是 London Fog Yeast， 那它是属于比较新英格兰式的酵母，那它酿造出来的啤酒会有比较重的果汁感，对啊。然后也有像我们加了那个五峰香上面我们用了它的一个就是那个柳生去做酿造，然后之前也有这样加过辣椒啊，然后加了紫苏，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尝试啊，做不一样的实验，然后希望提供给大家就是更加不一样的口感上味觉上的那种想念跟刺激这样子，对，这是我们一直会在努力的部分。好，那我们往下走，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原物料。
最好的姜子龙都是十二路的。嗯。那相对一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二十路的盒子，十二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希望店家就是不要进太多，就是慢慢卖，卖完再叫，对，这样可以保存那个啤酒的新鲜程度。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酒厂导览的部分大概先到这边。